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Anson， 2022年新年快乐。都话喺2022年嘅我第一次出街，就喺呢个地方开始。咁啊，揀咗呢個地方咧，大家可能睇唔認出啦。咁其實係深水埗大南街嗰頭啦。咁其實就係、是、喂，早排咧見到喂有啲 YouTube 片介紹啲新嘅相機啊嘛，講起哇，其實街拍係咪真係得嗰幾個焦距嘅鏡頭啱使咧？咁啊，可能大家都聽過有啲話，喂，18mm 狼攝流，咁35mm 人民之眼攝影瞬間咁樣啦。喂，但係究竟我係咪唔用呢啲焦距嘅鏡頭，我街拍唔到咧？咁？所以今天就喂，我特登出嚟試試新嘅玩法。咁啊，攞咗我手頭上嘅呢一支用支長焦距嘅鏡，係咪應到嘢咧？咁同埋飲埋杯啡，我係出發啦，轉頭見。少少嘅心得啦，或者係感覺啦，就係其實無論用咩焦距都好啦，最重要我覺得都係了解自己同被攝者嘅嗰個距離。例如你話哦，平時用開wide 鏡又好，標準鏡都好啦，其實嗰個重點就係在於我大概知道我同主題究竟差嗰個距離係幾遠，咁我就準備咗有足夠嘅空間去影相。咁其實你話換轉咗唔同嘅焦距，其實都只不過你要預計嗰個距離唔同咗。咁所以其實如果當我適應咗呢一個嘅距離，其實無論喺任何情況之下，我用唔同嘅焦距都可以影到我想要嘅嘢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你話用呢啲焦距比較長嘅鏡，咁同平時用 wide 鏡、標準鏡嘅分別係咩咧？咁我諗可能係準備嘅功夫咯。例如我用依家呢一支50mm 啦，咁啊等效75啦。喺影嘅時候，可能要預先距離遠啲，已經準備緊，發現有冇我啱影嘅題材。
咁同埋當然啦，用手動鏡嘅話咧，更加需要預咗已經準備定 set 定一個對焦嘅距離，咁然之後就令到你可以快啲咁樣 take a shot。咁另外有一個用長焦去經常會出現嘅情況就係俾人遮住咗啦。咁例如頭先喺鴨寮街啊，或者喺一啲巷仔嗰度，好多時當你影影下嘅時候，咁啱住有人經過，咁呢一個咁就係你用呢啲焦距影相嘅時候無可避免嘅一個問題啦。咁但係其實都係適應嘅時間嘅啫。我咁相信影慣咗其實就冇乜所謂嘅。其實應該各有各不同的影法咯。咁你話用呢啲焦距影相的好處，亦都係冇咁容易騷擾到人啦，係啦。咁某啲題材可能都比較適合嘅。咁少少嘅分享啦。咁今日天氣麻麻地嘅，不過係咯。Anyway， 新年快樂。咁希望各位影友出街影到啲相啦。2022年。身體健康啦，係啊，希望疫情快啲消減啦，咁啊，可能將來有一日快啲拍到條片，唔使戴口罩。好，係咁先，下次再見。